只需一个方法就能找到你自己的专属声线。其实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声线，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声线，再找到适合自己的歌曲，那你的歌曲技巧绝对无敌。那今天何老师呢通过一招帮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声线。首先第一步，双手叉腰吸气呼气，做打嘟，这个方法再来发阿字音。我们随便带入一首歌曲当中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这个声线就属于自己的专属声线。